我觉得个人跟团体差别就是在于，就可能大家会认为说两个团体的人就会唱歌会比较轻松，但是我其实这几年下来唱久了，我就觉得说其实团体也没有那么轻松。我觉得有团就是组成一个团体之后，我会觉得在工作上我喜怒哀乐我可以有一个人跟我一起去当下感同身受那个感觉，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不开心的时候，其实他是能够最了解我的人。参加比赛那个时候其实感触比较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就是单独到了一个这么陌生的地方，然后去相依为命。对，相依为命，然后只有我们两个人，就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只能依靠对方，依靠彼此。对，现在想起来就觉得我们到底是怎么走过那一段时间，现在都觉得很神奇。所以就觉得在比赛这个过程当中，让我觉得我得到的是我们两个更深厚的友谊。其实我觉得翻唱歌曲选择很简单呢，我们两个人都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喜欢，你要先喜欢这首歌，你翻唱这首歌，你才会有感情。如果是大家都很喜欢，就是很热门的歌，也会尝试试着去用我们的方式，用我们的和音去改编它，像是那个小幸运，然后鱼仔其实是因为我们有看花甲，其实看那个戏的时候，在听那个歌，就是可以想着家人这样子，就是想要当年就是为了自己的梦想，然后到外地去打拼啊，去努力，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心爱的家人这样。然后就想着，哦，奶奶就是在家里就是等我啊什么的，然后就觉得好了，就甘心呗。嗯，好。风中游来游去，游来游。
要你陪着我，在爱你的岛屿，花的风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袂过，带你回来我身边。我相信爱你的心会好。刚才其实就是一直在压抑自己的情绪，不要让他哭，我哭就没完没了了。是让。